二三，起！好好好，非常好，放下放下。来来来，咱们抓紧时间再熟悉一遍，大家不要走神啊，听我口令。来，一二三，起！非常好，非常好。待会儿回去把东西都收拾一下，今天晚上趁天黑咱们就走。这玩意儿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要想逃出去，得先把它弄烂，弄烂。打铁还需自身硬，得亏我会缩骨功。妈妈，那个摄像头已经被我成功弄坏了，你等着啊，我现在就进来。进来救你。好了，走走啊，傻孩子，这儿管吃管住，你还折腾啥？哎呀，这马上过年了，我不能坐以待毙呀。哎，有了，就这儿。成功了。真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家伙，以为这些破铁网能困住我吗？就这一套活下来，我大事都不带喘一个的，真是天真。你那个能跟我这个比吗？我这个可是技术活，没点真本事，你这个门你还真爬不了，我告诉你。看到没，这就叫技术。学着点吧你们。呸，你那个要叫技术的话，我这个就得叫绝活。都别眨眼睛啊，睁大眼睛瞧好了，我这个堪称狗中越狱教科书。底下的兄弟们注意我的姿势和手法啊，学着点。这不到顶了吗？注意我下一步的动作啊，这个太高了，不能直接跳，容易把狗腿摔断，我们要借助门弹跳一下。哎，就这样。大家都在越狱，我也要越狱，不就是开门吗？这小儿科的东西我也会，见证奇迹的时刻，揍你。我开我的门，怎么你的门开了？邪乎啊。
asleep. Just keep on moving, do what you're doing. You always play for keeps. Ain't backing down, no, we're going big. Ain't stopping now, we get after it. Get after it. Take down my rival. No, I ain't gonna stop. If I am beaten, I'm not defeated. I fight back to the top. Ain't backing down, no, we're going big. Ain't stopping now, we get after it. Get after it.众所周知，我家猫喜欢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喝水。当然，我新买的鱼缸它也不会放过。但是站在鱼的角度，这是什么造型啊？请别吃啊！而之所以会买这些鱼，也有他们的重要使命。哦，不得不说，鱼料真的很舒服。只不过，偷袭！果然，这货的饭钱是刻到了骨子里。你有病吧？但是第二天我却发现他的脚上竟然长了一块猫癣，嗯，咋整的？于是我叫来了兽医专业的朋友来帮忙看一下。没事，这猫癣你是不是用脚碰它了？不能啊，最近应该没碰它呀。袜子、鞋、洗脚水这些都能碰它。洗脚水。于是我赶快拿出洛夫联盟免责喷雾喷了喷脚和鞋袜。为了感谢邻居，我准备留他吃饭，但是他非要亲自露一手。等我再出来时，我竟然发现布鲁在偷吃。你这鱼做的挺好吃，在哪买的？啊，这不是你买的鱼吗？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为了省事，我把泡脚的鱼直接放到了厨房的铁盆里。所以我跟布鲁刚才吃的是。宋庄。最近我发现宋庄好像对鸟这种生物特别的敏感。你要干啥？你现在已经收编了，不能再惦记玩美野鸟了。因为宋庄做流浪猫时的习惯还没有褪去，所以他会经常跟我一起在窗边看鸟。为此我还专门加固了纱窗，但是没想到，喂，杀！哎哎哎！我下，你妈又不怕掉下去？然而看着宋庄对小鸟渴望的样子，于是我给他买了一个仿真鸟玩具，还有蓝氏乳鸽烘焙猫粮。这些宿舍甜甜圈里面有超过2只鲜乳鸽，91%的真鲜肉，满足对小鸟的渴望。宋庄，小飞棍来了。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可是我害怕。还惦不见你小鸟了。今天来做个测试啊，他绑那个瓶子绑在狗的尾巴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事啊，睡吧。接下来二哈好像郁闷了。小伙子郁闷了，你别郁闷，我给你拿下来还不行吗？小傻瓜，烦死了！听咪，进来呀，听咪。没事啦，进来，进来了，快点来来来来来。
吃吧。教子的欺负人，我家里洗衣机坏了，你去修一下。豆子，把桌子上的螺丝刀给我拿过来。你帮我拿一下嘛，待会儿给你买鸡腿吃。我想飞到天上去，你们谁能把我？钱都买洗衣机了，哪还有钱买鸡腿？咱家谁最丑？你最丑！哎呦我的妈！屁呀！啊，能吃啊？你知道当时干啥用的吗？这玩意儿炖狗肉的。啊，护吧？怎么护了呢？你跑啥呀？啊，你不护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南方狗回东北过年是什么样的反应？出来呀、啊，一点都不凉。你用手摸摸那雪，你看它凉不凉？哎，干啥去啊？回来呀、啊！你不溜溜的了？王强，咋了？王小球不行事了？你敢不敢再试试？一点都不冷。啊！有蚊子咬你，等下别动啊，别动。啊！臭蚊子，敢咬我家多多。Later。你去哪儿？谁欺负你啊？这大半夜的你去哪里？啊？头也不回的走。小孩儿，回家给我取个锤子去。去啊。干啥呀？瞅着我。万高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尔朗，迷蒙到天堂。看楼下，这楼下有啥呀？哎，那不是卡密在那玩吗？你干啥呀？你是不是也想去？
那你也去吧，注意安全啊，不要惹事儿。哎，胖子，你等会儿。顺嘴把垃圾给扔了去，门关上啊。球玩的可开心了，看我说句话。哎，谁呀？啊，给锅巴介绍对象啊？这真的啥狗啊？好看好看不？那小伙可漂亮了啊？啊？哎呀，那是……哎呀，我知道了，哎。突然鼓掌，看狗子的反应。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来。